我想顾南舟肯定没有跟你说过这些股权的事情吧，价格。顾南舟就想利用这一点，只用区区200万的低价，就撬走你父亲名下5%的股份，所以你们的婚姻从一开始。 就是个抢夺股权的阴谋。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吗？脑海在闪烁，都是假的吗？弹奏属于奇妙的相遇，慢慢掉入陷阱，抛弃那些。
南州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所以周建琴想要跟你结束。其实他之前来公司找过你几次。 当时你都在忙，他还挺不高兴的。我劝他要体谅你，我还以为他听进去了，没想到他这个年纪的女孩子谈恋爱，就是希望你能够一直陪在他身边。可是星云现在的状况，你也是分身乏术。 南州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你们的追求是不一样的。喂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想找你谈谈。协议你看到了吗？ 顾南州，我们就这么说吧。你现在连和我当面说话都不愿意了吗？我已经决定了，要和你解除我们之间的协议。我要和你分手。你想清楚了吗？ 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我不想再为你难过了，也不想让你再为难。青青，我想和你在一起，我很需要你。的确，你很需要我。 顾南州，我们分手吧。青青。有点不让说，还说什么呀？玩儿了，玩儿了，玩儿了。 没事儿吗？
窗为了你的许诺恋恋不舍，所以想念更苦涩，慢慢熟悉的磨合，盼爱梦里缓和，对你深深在意，哪怕是徒伤距离，守护关系，也许有种眷恋已经超越过光阴，生悄然花落，就仿佛你和我分开也挂念着。我只想这一回别再错过，听见回忆在说你的好，我记得算你也好啦。青青，出来吃饭了。来了，这么多好吃的。那是。哎，你这房子不错啊，在哪儿找的？当然是多亏了我呀，我可陪他去看了好多房产中介呢。厉害呀你。哎呀，谢谢。来，咱们干一个。我跟你嫂子忙活了这么久帮你搬家，你不说点什么？对对对，我得特别感谢一下苏苏，帮我找到这么好的房子，环境好，交通便利，最重要的是价格还不贵，所以这一杯我敬苏苏。哎，等会儿，那我呢？也顺便感谢一下你，当了一天的苦力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你慢点喝，吃点东西，回头胃再疼了怎么办？我吃东西还用得着你们劝？你们谁都别跟我抢啊！你不是从来都不吃鸭血吗？最近空气不太好，鸭血不是清肺吗？我就不挑食了。你跟顾南舟那小子还有联络吗？不联络了。没联络最好，像他这种不懂得珍惜我妹妹的臭小子，绝不能给第二次机会。你戳我干嘛？我这不教育他呢吗？分手了就别藕断丝连，好马不吃回头草啊！青青自有分寸，你干嘛多说？万一哪天他心软，被那小子又勾回去了怎么办？这我吃饭吧。不会的，青青，你吃点肉。给，谢谢，我自己来吧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吃菜吃菜吃菜。哦，好。那，你还吃这个，给你。张嘴。顾南舟，看这个。为什么？不然你一会儿要看恐怖片，大半夜还不睡觉。你把遥控器给我。不给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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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要想做出完美的面，就要严格的掌握每一个细节。先夹几根面，再吹一吹，放到勺子上，然后再舀一勺汤，再来一小块榨菜。最重要的是要一口吃下去。草莓慕斯，热量太高，半夜喝可乐对牙齿不好。还有这葡萄，糖分太高。香蕉，可以。做个交易吧，你补偿我500块，今晚我睡地板，你睡床，怎么样？猜你。方总，凌云的这笔投资对星灵湖真的十分重要。您原来不是很看好星灵湖的吗？分红和占比我们都可以再谈，您能不能再考虑一下？我之前是看好这个项目没错，可现在我没想到的是，星云竟然和乐嘉宝公司产生了版权官司，这件事情影响真的太大了。我们已经请了专业的律师团队，也会想办法压下负面新闻，一定会尽量控制事态的。星云这些年做过的优质动画数不胜数，你应该对我们有点信心。可现在市场不一样了，这个项目的投资风险要比以前大很多，而且这笔投资我需要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，所以不好意思啊，我爱莫能助。方总，一个月时间，我一定能扭转局面。方总，打扰了。南州，顾总。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们的难处。再见。大家都停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，我知道很多人对星灵湖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多心血，想要看到它上线，得到观众的喜欢，但星云和乐嘉宝的官司差不多已经是定局了，很多投资方顾虑风险选择撤资。星云现在的状况并不理想，
现有的资金也无法支撑心灵湖再继续运作下去。所以今天我在这儿宣布，心灵湖无限期暂停。大家也早点下班吧。南州，你晚上有空吗？有空啊，怎么了？晚上一起吃饭吧。好。南州，我们干一杯吧。南州，你还在为分手的事情烦心吗？其实你也不用太难过了，有些事情都是人之常情，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，只能陪你同甘，但是却不能跟你共苦。他年纪还小，你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他会打退堂鼓是自然的。你真的不用太难过了，他这样只能说明他不是你要找的那个最适合你的那个人。你走的这条路注定以后的坎坷会更多，你应该找一个能够跟你同甘共苦，为你排忧解难的人吧。清玄啊，你来星云多少年了？四年零三个月，也算是老员工了。那我不明白，你怎么还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？南州，你在说什么？负责审核引进文件的人，其实是你。南州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你替换了刘军负责审核的文件。不过你漏了一份，他在离职前已经给了我，我们也联络上了，核实了很多事情。我今天之所以叫你来，只是想问清楚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记得你刚进星云的时候，我就教过你，自己犯过的错误，要自己承担责任。都是因为周建清。这件事情和周建清又有什么关系？你只有在朱世禅身时，才会越来越依赖我，离他越来越远。只是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心灵湖因为这件事情无限期暂停，那是我多年的心血。我知道你的事情我比谁都清楚。那你也应该知道星云的规矩。南州，你难道一点也察觉不到我的心意吗？我喜欢你，从我认识你开始，我的心里，我的眼里，我生活中的一切，一切都只有你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不是名校毕业，我的家庭背景也没有你好，我只有一个赌鬼父亲，
还有一个病弱的母亲，所以我从小就知道，有些事情如果不自己去争取，那就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它。感情和工作不一样，所以你的争取没有意义，你明白吗？可是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？我工作出了错，你手把手的教我；合同出了问题，你带我去跟客户道歉；还有我生病的时候，你亲自送我去医院，自己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工作。在我受到质疑的时候，你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人。因为你曾经是我最信任的下属，而我只是做了一个老板该做的事情而已。可是我就是觉得你对我跟对其他人不一样。我也一直认为我们一定能走到最后，只要顺其自然。谁知道忽然出现个周建清，我竭尽所能的帮你，我去为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，我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配得上你的人。可是凭什么是他？他到底哪里比我好？我喜欢他，和这一切事情都没有关系。那就连他离开你了，我和你也不可能吗？对不起，我对你从来没有超过工作伙伴以外的感情。如果之前有什么让你误会了，那我道歉。这件事情让星云损失惨重，理应由你负全责。不过星云一路走来，你的功劳很大，所以你的问题我得再想想。南州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？南州，你把解约协议发过来吧。好。再见。就仿佛你和我分开也挂念着，我只想这一回别再错过，听见回忆在说你的记得，对你深深在意，哪怕是徒生。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. 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. Now
场误会把隔阂逼退到了角落，可不懂我们这是怎么了，因为还在闪烁，为了你的许诺恋恋不舍，所以想念更苦涩，慢慢熟悉的磨合，盼爱梦里缓和，对你深深在意，哪怕是徒生想为